suicide. Suicide and news aside. Sex, sex, sex. You won't understand the pain as you are. I'm trapped in a box or a plane and I'm so sad.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创造者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。政府是在人类中间建立的，其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，即只要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对这些目标造成破坏，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它，并建立新的政府，以这些原则为基础。 并以这种形式组织其权利，以至于他们似乎最有可能影响其安全和幸福。的确，出于审慎的考虑，长期以来成立的政府不应因为轻率和短暂的原因而改变。因此，所有人都有所经历的经历，即人类比被废除习惯的形式更能使自己更容易受苦，而邪恶且受苦。 但是，当一连串的滥用和掠夺行为总是追求相同的客体，从而在绝对专制下减少他们的设计时，他们有权利、有责任解散这种政府，并为他们的未来安全提供新的警卫队。这是他们的权利，也是他们的责任。 这些殖民地的病人遭受了痛苦，现在这是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习惯的必要条件。